大家好，我是大喜。我给那个笑笑买的这个扇贝肉，那个笑笑不怎么爱吃，我今天给他换一种吃法，看一下他爱不爱吃。这个是清洗好的扇贝肉，打上一个鸡蛋，放点鸡精，放点十三香，再倒点啤酒，放点面粉，放点淀粉，倒上油，扇贝肉放进去，控控油。给爸爸搬凳子，好，搬凳子那边。小狗小猫也都来了，小猫猫，猫猫也都来了，坐下吧。妈妈，哎，爸爸给你拿，哎，爸爸剥开给你看看。爸爸，你这就是我的就我的就是毛公爷。哇塞，哇，看这黄，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来，包不住，嗯，包住我自己。啊，你自己拿自己吃啊！啊，那你自己拿吃吧。北，那爸爸吃了。好，我这个北。哎，哇，看看，哇，真好吃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拐弯跟月似的。这里是黄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的，我吃一个。好。嗯，真好吃。看，这面都是黄。嗨，都是黄，看多大的黄。不该吃饭就香黄色黄的，行，就得多吃点，给他吃。那一个虾仁给屁吃吧，小猫吃了，这会儿猫吃了，小猫吞了，再给你一会儿，哎呀，挺厉害，好了，不吃我就端走了，再吃个饼，吃个拿的腰吧，连着抱着腰。连着过的可以，我看你了，吃吧。好心情呀！小孩子不喜欢吃饭，可甜了。可甜了，光喜欢喝奶。多吃的饭，长大个，知道不？就喝牛奶。再喝牛奶，光喝牛奶也不行，你大了。你不大，你几岁了？两岁的。两岁了还不大了？那咋的吃啊？现在又了。